我就想一直吃。先插个眼啊，看看他是不是打红。好，等一等啊，等一等，看看他是不是打红。哎，可以啊，别着急啊，我们去把他红给他抢了。哎呀呀呀！别！对不起！哎，嘿，看见我傻眼了，这是。这人干嘛呀？往上走吧。干嘛呀？螳螂！干他！我把他撵走。小老弟，挺狂妄啊！W 一下，哎呦操！你还跟我 A？ 我 Q 一下，整得我死了。哎呀，我 W Q 好，我以为我 B 死了。天哪！聊个什么呢？让我想一想啊，这把。可以啊，确实行，兄弟，这你都敢不走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没有意义吗？啊 ，A 死！哎呦，走位还不错，好走位啊！他会走位。哎呀，我补刀这去，哎呀，我补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我还有清兵规则，这就不要那想太多了。拜拜。别急上啊！别急上！这波我们可以一 Q W， 他如果敢骚，我们就一 Q W 牛一 Q， 哎呀，他一点点 W 牛，可以。大里奥马上到啊，我们先往后撤一点，这波他敢上来我们就晕他。
70、70、50、140+50、190，刚好够。你干啥？啊！哎呦！哎，利息呀，真是没什么用啊！我发现呢，你跑啥？你先 A 他呀！你说，你就一直 A 他就完事了呗。你一开始先跑，你跑你能跑得了啊？对不对？你先 A 直接开始 A， 他肯定是想杀我，对吧？他想杀我，他们家就团灭。你看敢不敢杀我？不太行。哎，利息没闪吗？没有闪。他三个头还好，我也三个头，可以接受。哎，我这肿成这样，我是不是体重上升了？能不？哎，慢慢耗，慢慢耗。你给我 A 死这个 ADC 啊！兄弟，这你都打不死一个人，我的天哪！我都佛了，他 A 我这么长时间，你都一个都打不死啊！你一个都打不死啊 ！A 人啊 ，A D 呀、啊，这怎么不 A 人呢？我操，我都佛了，真的。那 A D 一 A 我那么长时间，他都没打给他打死、啊。哎，我的天哪！你在装逼？嗯？完了，他升六了，他怎么升了呢？天哪！你 A 得到谁？不知道。你问我，你问我，你 A 得到谁？我还知道你 A 得到谁。哎，他俩就一直杀我，就很烦。我还不能让他俩杀我，杀我咱就够呛。我还得让他俩杀这个 ADC， 要么。他就打不死人，嗯，不进了。六级了，算了吧，等一等再打吧，他不能再打了。等一波六。好痛哦！这边的 AD 装备有点好了。你瞅那雷给你放的，人家俩越塔了都打不过、啊。
快来 A 死他！你射程比他远吧？哎，你炮形态 A 他呀？你不是射程比他远吗？哎，我的妈呀，我的亲娘啊！赶紧回家。那金克斯射程比那近远多少？你切炮形态上去 A 呀？你说？他给我让人头，行。我得出个沙漏，我不出沙漏，他俩杀我呢。哎，利奇是个傻子，就赢不了。我必须得来个沙漏了。这射程太远了，这加里奥。那加里奥射程太远了，他冲拳冲的好远，我必须得沙漏躲避一波，你知道吧？那逼就撞我，哎，烦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以啊。你咋的呀？啊？你不会想杀我吧，兄弟？啊，你不想杀我吧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给你狠的，你看看。哎，你一个全右装尬聊要杀我，我寻思这是不知道北了呀，这是。人等一会儿啊，我估计他们家的 AD 得出来干我们家的 AD。哎，这个扣为什么没中啊？从他身体里穿过去了。哎呀，这怎么人那么多呀？天哪，好多人呢！我们得来个沙漏了，他不出沙漏疯狂干我，我这有点受不了。还好我们家有个前排奥恩，哎，可以接受。我是真害怕这里头有人呢。等会儿我扫一下，这 AD 旁边没人，我们过来杀的。叮！来，喜欢杀我，来，喜欢杀我，来，对，
我不给你盯一走，你是真是不知道我是谁了，小伙子。来杀我队。你看打完游戏嘛，那 AD 满血，就每回打完他满血，他一个人他也受不了。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就是个废人。打个针眼儿，哎，回家了。这人干啥呢？玩呢？哈哈。哎，来，你装啊，啊！你跟我打，他就一辅助，怕啥呀？哎，嗯，来，对，来杀我！哎，都向我开炮，向我开炮，打我！我操你猴子的！还杀我啊？对，都累，杀我来。小龙发了呀，来一波。嗯，好惨，嗯，好惨。哎，烈焰之柱，那你说你个欧文，你往我后边站干啥呢？我操啊，你往我后边站，你给我上这波，我全杀。我天哪，真是的，你往我后边站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直接开个 R 进去，我进去我直接就死了。我这是他往我后边站，他往我前面站点，我就全杀。我这 AOE 可老猛了，这边，就你还要杀我呢？叮！啊！叮慢了，哎呀，叮快点好了。我想勾引一波，你知道吗？
哎，这帮人呢，真是。我想勾引他妈一波的，勾引失败。我来了。五星大师为什么满血呀？我天哪！这波其实不应该追了，你知道，有点上头了。那五星大师怎么满血过来了呢？我天哪，稍微有点那么小上头啊，稍微有点。就我突破装备了呀，我天哪，我应该出法身棒的呀。哎，冰杖可以，来个冰杖吧，来个冰杖，又一点，要不然老干我。有点受不了，追不上人啊！你看。我大龙插个眼儿，我们一定不能死啊！不要想着去打对面 AD， 我们一定不能死。下回，哎，只要团战，我们不死就无敌。往他们后边站，知道吧？往他们后边站，我可不往前冲了。哎，要杀谁，乐意杀谁杀谁，我们不管，我们一定得往后边站。我不上了，哼，我不上了，你们乐意谁上谁上。这面的人是真能跑啊，我发现呢，不让我打呀，这哎，你们家不往前冲，你让谁往前冲啊？你们家啊，你们让谁往前冲啊？啊，你们家杀我，杀我了，杀我来打大龙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蓄够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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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我本身也掉血呀。发没发现？哎，只要我们不上，对面还是打我们。哎，我们就不上，我们就往后待着。我杀漏还没用呢。哎，我就在后面一待，我看你怎么杀我。我不上了。那进呢，就跟欠了他钱一样，这给我打的呀。我不上了，我往后拉。哎，我不上，我就站那么远，你爱谁上谁上。爱谁上谁上。往哪走？回趟家。开基地是吧？来，来开基地，对。回中路，他指定不开了。我们现在不回中路，队友死了，这边就亏了，知道吧？我们赶紧回中路，小心点后边。奥恩这么猛吗？去上路搜波兵，一会儿把法穿棒给剁了，杀鹰叔就不要了，就算了啊。压了两个傻子，呵呵，呵呵，哎，小瓦斯可以啊。往哪走？弹他！小龙可以要啊，小龙，哎，这个高地不要，不换啊，这高地不换，不给他们换。骚啊这嗯嗯挺骚啊小老弟。你一个小破 ADC 你那人装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这个小龙为什么不打呀？一下啊！
奥文那么用不救，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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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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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喂，耗你猴子！你们啊，对，啊对，啊，咋不能一死啊？这不救一下，救队友啊这，这不得全杀呀？我这边支援，我跟你们说，只能用一个完美来形容。回家了。无敌了。无敌了，大龙可以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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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我抗太高，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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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该中团了，上高地呀、啊！来呀！来呀！这回我们可以卖一卖了，因为我们有沙漏了。队友呢？好，咋拿不了？叮！哎呀，没叮出来，我靠！哎，这没钉出来、啊，我摁钉了呀！加油，兄弟们！先打劫呀！拆基地吧！嗯，没事，我们死之前把技能放出来了，还行，你知道吧？这个水龙龙魂很重要，
尽力了，兄弟们，实在是不行了，人太他妈多了。好的，有卖了，不行，这个他能卖160块钱啊，这也太少了。房管兄弟，刷屏的那些小子可以给他处理一下啊！我们打个红 buff。我可以出恶魔之拥，都可以的。双折磨，一波了吧？啊，一波了。我一会儿给你们看看我的虚区吧，我虚区得老高了。弹，中！我虚虚得老高了，我估计都有8万。6万吧，8万没有，6万肯定有了。6万肯定有了。反正我的 MVP 不捐不是我的，我都没想到，真的。